些尴尬的事情是吧？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就是玉莲事件。那我们是怎么回来的？转了好几次，不止一次，真的。我终于知道派派说的是哪次了。这就是我、吴宇航、小九、派锤、张一特，我们在洗澡嘛。然后之前我拽过张一特、玉莲，就是他在洗澡，然后他躲我，我就啪把他那帘拉开了，我说叫爸爸。我跟你说，就当时就很尴尬，他穿的衣服，我没有穿的衣服，我们对视了两秒钟，不知道我怎么办啊，他就这样。然后他这次就报复。哎呀，能播吗？不知道，反正说了，就是我都已经一丝不挂的，我进去已经洗澡了。然后张一特冲到我那个门口，就说叫爸爸，我说我就不叫，然后就开始拽，我就跟他抢，然后结果那个玉莲就掉了。然后是怎么着来着？哎，吴宇航是在哪来着？吴宇航好像在我隔壁，我就拿那个玉莲裹着身上，因为我一丝没有挂。吴宇航他们就笑，然后拍出来旁边，嗯，小九在干嘛？我也忘了，反正就那天就非常的混乱，是又尴尬又好笑的一次经历。嗯，因为我采访他们，发现每个人讲都不一样。对。可能大家都没有脑子，然后记忆力也不太好，然后记得画面都不太一样。嗯。